原标题，父子三人读一辈子四书五经，最后都沦为汉奸。两个 boss， 一个被枪决抗战时，中华民族出一批民族败类，就是汉奸。这些汉奸出卖灵魂，没有骨气，帮助日本人屠杀我同胞，令人愤恨。但从书里的汉奸资料看，很多汉奸可以说读了一辈子四书五经，才华横溢，却最终沦为汉奸，不知道他们脑子里家国情怀去哪了。按理说有才华的更应识大体顾大局，这是封建社会教育的悲哀。一民国时的汉奸很多，我们在处理汉奸问题上曾经手转过，有些汉奸抗战胜利后逃脱罪责，逍遥法外，继续干扰汉奸的事，也有的汉奸虽然没有被正法，但也没有落到好下场，其中郑孝胥父子三人就是一个例子。郑孝胥是清朝末期的重臣，他给李鸿章当过幕僚，经过李鸿章的推荐成为朝廷命官。清朝灭亡后，他和两个儿子郑垂、郑宇策划鼓动溥仪复辟，虽然没成，但郑孝胥都把两个儿弄成伪满洲国的官员。郑孝胥在伪满洲国担任总理大臣，最初得到溥仪信任和重用的，但郑孝胥这个人心思很大，还想控制溥仪，这就引起溥仪的反感。本来溥仪就是日本的一个傀儡，郑孝胥还想插手控制，但郑孝胥认为自己资格老，还动不动在众人面前冒两句对日本不满的话。有一次他抱怨伪满洲国没有权力，应该进一步加强伪满洲国的实权。郑孝胥这句话就引起了日本人不满，日本人强行把郑孝胥撤职，没有官职的郑孝胥想回北京回不了，就连存在银行的钱都没取不出来，他彻底被日本人抛弃了，后来暴死，据说是被日本毒杀。二，郑孝胥大儿子郑垂也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，后来回国后就一直跟老子郑孝胥干些汉奸的勾当。郑垂后来担任伪满洲国的国务院秘书官，由于他的日语好，郑孝胥经常带着郑垂与日本人打交道。郑孝胥本来指望大儿子郑垂将来能接自己的班，但没想到郑垂还死在郑孝胥的前面，据说也是突然暴死。1935年，据说郑垂得了大头瘟而死，据记载当人把郑垂装棺材时，他的头胀得大如斗，硬把他塞进棺材的。三，郑孝胥的次子叫郑宇，郑宇也很有才，从小跟着老子郑孝胥读四书五经。1905年去日本城城学校留学，因为体操受伤回国，后来郑宇又考取了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土木课，但由于没钱中途又回国。从这些履历看，郑宇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。郑宇回到国内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，因与人不和，一气之下辞职了。此时郑宇很落魄，也是经常变换工作打工，郑孝胥作为老子当然要帮儿子，于是他给郑宇写信，信中说他们祖上受过皇恩和日本人的提携，现在更要为日本人和伪满洲国服务了。就这样，郑宇在老爹的指引下也成为一个汉奸。相比郑垂来说，郑宇在伪满洲国干得很好，从秘书官干起，当过伪满洲国的邮政部长、建设局长、奉天市长。抗日后期，郑宇还作为伪满洲的大使到泰国。1943年在泰国当使官的郑宇也不忘为日本服务，他以20吨火碱换来3000吨泰国大米，然后运到大连供日本关东军和在东北的日本人吃。1943年10月，英美飞机轰炸曼谷，郑宇和家人差点被炸死。1944年8月，郑宇被调回国，继续为伪满洲服务。1945年他在大连看望读书的儿子，当他得知苏联对日本宣战后，他预感到时局变化，将来日本肯定完蛋，
于是他返回长春领了50000散费陪溥仪跑的通话。但不久溥仪退位，郑禹就想带着家人再回长春，但此时长春已进驻了苏联红军，郑禹就想潜逃日本，但他已经失去了外逃机会，他只得在沈阳、北京、天津流浪。后来郑禹隐姓埋名当一个建筑公司会计，但最终被发现，1954年被枪决。俗话说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郑孝胥父子当汉奸，却没有一人得到好下场，这就是做汉奸的下场。欢迎各位看官批评指正。图片来源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